斗城、星夜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窦某对北斗司对足下一直颇有成见。玉琼楼一战，让窦某看到了北斗司的本领，也多亏了你跟柳大人，窦某才逃过一劫。今日来是特地来向你们道谢。不是吧？我和柳大人是两个人，你们只送一盒点心，未免太小气了吧？哎，据我所知。 本朝的官员俸禄可都不低啊，俸禄虽不低，可你不知道，我家大人平素要买多少书，那书可都贵得很啊。书呆子原来那么费钱啊！你，你别真生气啊，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好了，我呢平素对你们也是颇有成见，这样吧，我一会儿请你们喝酒，也算是赔礼道歉了。嗯，柳大人呢？大柳啊。 哎呀，你不用管他，要请他呀，必须要去红袖招那种地方。他可是看到美女就走不动道的主，喝酒嘛，咱们去就可以了。走，喂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走。